彩虹追剧社知名青年舞蹈家苏月于近期高调回国，与前男友霍氏集团总裁霍琛频繁见面，同进同出。总裁，我们公司第一季度业绩特别好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预计销售额能的继续，预计销售额能达到1亿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我怀孕了，是阿琛的。我要寄个快递。今天先到这儿，你们先去工作吧。霍总，太太让人送过来的，说是急件。连忙问个有什么气势？又耍什么花样？离婚吧。说吧，又想我陪你做什么？是做了什么新鲜菜式要让我尝，还是买了什么新衣服要我点评？我什么都不要，你签个字就行。林某某，我没空在这跟你闹。谁闹了？你白月光回来了，我给他腾位置叫闹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我不想在一个心不在我这儿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。反正我们签了婚前协议，没有财产分割问题，也没孩子，好离得很。林某某，我们失败的婚姻跟外人可没有关系，你该从你自己身上找找问题。我有问题？霍琛，你还恶人先告状。林某某，结婚之后你自己做了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每天睁眼闭眼只会围着我转，问我吃没吃，冷不冷，你又不是我妈，你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？稍微回来晚一点就疑神疑鬼的。我都跟你说了我在工作。那你呢？结婚前不管再忙，你都会绕大半个城市送我回家。我一点冷了饿了不需要跟你说你都知道。怎么结婚后嫌我烦了？变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啊，那既然你这么想，我觉得我们暂时分开更好一点。好好想想我们这段婚姻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。想什么？一天都不想跟你过了。离婚！林秀林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。一万你别后悔。我最后悔的是，就给你浪费这么长时间。这还是我吗？都过期了，不知道现在什么护肤品抗老管用。知道还是这么火，升级了我都不知道。买套新的试试。连萌萌，收拾好了吗？再没弄好，民政局可就关门了啊！让你别作，你现在躲也没有用，你现在后悔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林萌萌，啊，我怎么会在医院？我不是在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吗？怎么了？感觉怎么样？大叔，你谁啊？咱们认识吗？什么大叔啊？我是你老公，林萌萌，你又吸金上身了是吧？装什么嫩？我们俩相差也就半岁。老公？啊？
装嫩。我一个刚满18岁、青春靓丽女大学生，看你这种长这么漂亮，一看就是坏人，滚！不然要报警了。我长那么漂亮是我的错，我就长得……别过来，啊、是我错吗？哎呦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不是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我走开。好吓人，天天有新花样。医生，我太太她这情况怎么样了？还能康复吗？按照短剧的套路，我根据医学上来看，这撞伤脑袋的情况可大可小。不过从目前检查结果来看，霍太太脑子里有一小块淤血，这可能是导致她失忆的直接原因。淤血可以是被自行吸收的，等吸收后过一段时间就有可能恢复记忆，当然也有可能永远都记不起来了。霍总，按照短剧的套路不是，我是说，是不是夫人对你深恶痛绝，一点都不想记起关于你的一切，包括结婚那件事儿，所以才选择删除和你有关的记忆？徐助理，你说的很好，你年终奖来了。啊！我的妈妈，宝贝。妈妈，还好还好，这胳膊没断，腿也没事，盛世美颜吧也还在。小甜甜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不会连我都不认识吧？你可别吓我，你脸上的胶原蛋白那怎么没了？你怎么变成熟了啊？妈妈，你今年多大？你忘了咱们的口号了？如假包换的18岁青春美少女。六。妈妈，你现在不是18岁，今年都26了。而且你也不是美少女。是美少妇，你在三年前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我一觉醒来，从18岁未婚少女变成了26岁已婚少妇，还是跟这种男人结婚？挺帅啊！我到底是有多想不开才会踏入婚姻的坟墓？你为什么不劝劝我？事实是。你跟霍晨一见钟情，你们两个非要结婚，谁都拦不住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就算我要结婚，怎么可能会跟霍晨这种男人结婚？我喜欢的男神明明是……你不想跟我结婚，你想跟谁结啊？你不想跟我结婚，你想跟谁结啊？嗨，我先走了。先生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你脑子坏掉了。我能嫁给你，可不就是脑子坏掉了？离婚的事情，等你出院再说。我要跟你离婚啊。怎么，又后悔了？哎呀，你不早说还有这种好事，别等出院了，咱们现在就可以走。你还真是变化多多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奇奇怪怪的，难怪我要跟你离婚。我看你脑子是真的坏掉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就说。你下来。你上来。你下来。上来。下来。你上来。你下来。要不然就上来。孙子孙子。你上来。哎，联盟吗？别。哎呀，行了，先放手。霍总，刚刚收到消息，您的死对头傅英俊打算利用夫人受伤事件制造您的负面新闻，说您负心凉薄，有了新欢抛弃妻子，夫人才会想不开。现在医院已经有很多记者围堵您和夫人了。他这么没有想象力，不去当编剧简直可惜了。霍总，我们马上有个发布会要开，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负面新闻。知道了，这可不是我不讲理的，是现在不合适。今天我好了，走吧，去离婚。今天不离了。为什么呀？今天天气不好。哇，今天天气真好，我带你出去晒晒太阳。
好无聊，能不能有点事情干呀？啊，嗯，哎呀，小甜甜说这套最近可火了，用的不仅小脸水润，化妆还嘎嘎服帖。正好最近我这小脸有点干，让我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事。嗨，喂，我的文文小宝贝，身体好点了没？哎呀，我一点事都没有，我在医院都快躺发霉了。就知道你闲不住，要不我陪你聊个鸡毛甜的天吧？聊天？什么天？什么天？那个舞蹈家苏月跟你老公的事儿好像是真的，这几天天天挂在热搜上。苏月。是他吗？那个萌萌，我这信号有点不太好，我先挂了。拜拜拜拜拜拜！听说你脑子坏了，我来看看你。你就是那个插足我婚姻的小三儿？连萌萌和上回见面时不一样了，上次他面色灰暗，整个人死气沉沉，现在的他浑身洋溢着一股朝气，皮肤居然好了这么多。感情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三妈，你要什么？不是吧，大姐，你就准备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想让我离婚啊？嗯，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哎呀，苏小姐，格局小了，你再怎么着也是知名舞蹈家，就这么点钱还不够我零花钱呢。那你要多少？一天给我10万，我可以考虑。小甜甜，洛洛，你出院了？哎呦，本来就没事儿。咱们今天晚上有个同学聚会。同学聚会？哎，那陆安来不来？来。给我整一身。你这平时用的什么护肤品？这皮肤怎么这么细腻啊？这么立竿见影吗？我就是用了你推荐给我的那个珀莱雅红宝石套装。幸好呀，有我这个好闺蜜，还有我们的好搭档，有了这胶原紧致的小脸呀，咖粉干纹全跑光。两位女士，今天的主题是化妆舞会，你们需要佩戴面具进场。哎，我要这个。走吧。素安在哪儿呢？那儿。萌萌，陆安啊，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眼科医生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现在单身。收到。那要我去帮你干？哎，对呀，我自己能搞定。实在不行呢，我就喝倒他。我那可是千杯不醉。哎，你现在也就一杯的量，真的不会出事吗？香甜，这里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太太她出院了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霍总，太太和江小姐一同去酒吧参加同学聚会。据说他男神陆安也在，我猜啊，太太肯定是想去追他男神了。敢？太太都已经去了，他肯定是敢的。其实吧，你要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了。明年年终奖你也没了。你好，陆医生。我觉得
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。是吗？像谁？我的心上人。哎，陆医生，咱俩喝一个吧。这个姿势好像连萌萌。我干了。你是连？嗯，啊，陆医生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了时间。不是他。安生，你懂我了。刚刚没有成功，现在肯定搞定。男神这身材有点东西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。怎么样？满意吗？那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，你希望是谁啊？陆安啊，喝断片了是吧？你还知道自己是有夫之妇吗？那你呢？还记得自己是有夫之夫吗？那白月光都明晃晃的抓到我面前了，我出来喝喝小酒，看看帅哥，怎么了？霍太太如此寂寞难耐，倒是我这个做丈夫的不对。你想要啊？我也可以满足你。流氓霍晨，你别忘了咱们是即将离婚的关系，别对我产生什么不该有的想法。对你产生想法最好没有。霍氏集团现在要发布新产品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呢，不能出现任何问题。我们离婚所谓那个事情呢，你就跟我逢场做个戏，我们把它处理掉，我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就归你，我还额外补贴给你1000万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3000万，5000万，成交。你这是丁真阳，脸都气歪了。萌萌，你在这儿找你半天了，那还记得这个不？这个呀，是咱们高中的时候写给未来自己的明信片，我们都有了，就差你了。26岁的连萌萌，你好啊！不知道现在你在做什么，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又飒又美的他？不仅没有成为女强人，还一毕业就恋爱脑发作结婚了，婚后只会围着丈夫转，心甘情愿成了被圈养的金丝雀。萌萌，你怎么了？我以后一定要成为最厉害的博主，那我就成为最厉害的造型师，来辅助你了。哎，我们一起广场舞好了没？萌萌，你真的想好了不当豪门太太？要自己出来创业了？霍琛不是不愿意让你出来抛头露面的吗？你就不怕他不高兴？为了男人放弃事业是一件非常愚蠢的决定，命运让我忘记关于婚姻的记忆。现在的我18岁，我要重新开始我自己的人生。萌萌，终于想通了，支持你。不过你想好你要干点什么了吗？我从小呢就喜欢分享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。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好用的护肤品，让每一个女孩子都能够留住青春，美丽动人。你还记得
我之前给你安利的珀莱雅红宝石套装吗？嗯，正好他们找我做推广，要不你当我的模特，咱们一起拍 vlog 做宣传，如果卖得好的话还可以争取做代理商呢。好啊，一起干。嗯，做大做强。做大做强。嗯，准备啊，走。珀莱雅红宝石套装，众多达人推荐，爆款榜单常客，能让你随时享受胶原 SPA 的存在，不仅呢能够深度补水，让你整天都水汪汪的，关键还能抗老淡纹呢，功效卓越，用起来还很舒服。水呢是精华水质地，乳呢也是滋润不油腻，上脸后啊胶原感充足，水润有光泽。那这套里边的每个成分单拎出来都是可以做一个单独的抗老产品，这可是性价比和功效同时在线的宝藏产品。 OK。 连萌萌，有事找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出去一下。你来干嘛？明晚八点集团年会，我来接你。不去。5000万？你当我什么人啊？人物关系不计较，但我可没露下狼。瞧起谁呢？早等惯烂熟。霍总和太太真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呀！竟然还有人恶意传你们婚变，真是其心可诛。谣言始于智者。没背错的话，这个应该是你的死对头飞鹰君。他俩干什么？一看就是来找茬的。见机行事。哟，霍总。听说霍氏集团今晚在这里开年会，我不请自来凑个热闹，霍总不会不欢迎吧？怎么会呢？你能来见证我们霍氏集团的辉煌，是我的荣幸。毕竟你们富氏集团一直紧跟其后，取长补短乱，我不介意的。啊，苏小姐，听说上次公演您在舞台上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不知道现在好些了没？他的脚扭伤了。臭男人，见到白月光就走不动道了是吧？我好多了，副总有心了。阿晨，恭喜你今年为霍氏集团取得了好成绩，证明了你自己的能力，今后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。谢谢啊。之前苏小姐一心追求事业，才和霍总错过，现在苏小姐因为脚伤站离舞台，难道是老天爷有心要成全一对有情人？阿晨，我脚受伤了，以后没办法再跳舞了。副总，你不仅能力一般，眼神也不太好，正好我认识一个不错的眼科专家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介绍给你，提我名字，给你打骨折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副总，佳琪调皮了，副总不要介意。贵夫人，我们呢还准备了一些茶水点心，请各位夫人移步到宾客室享用啊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心了？这是我应该做的，老板。我去搜索一下。哎，苏小姐，你腿脚不便就不用去了吧，让霍先生陪。是陪。霍太太，你平时用什么护肤品啊？怎么一点气味都没有？可不嘛，霍太太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龄，你的脸还这么紧致光滑，我的又松弛又垮，有什么秘诀快跟我们分享分享。夫人们别急别慌，我一直在用的秘密武器呢，珀莱雅红宝石套装，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，一人一套。这个套盒呢，补水保湿，抗老淡纹，紧致饱满，这一套呀全都能给你搞定。像你们这样身份尊贵的，就应该用这种有贵妇级成分和效果的护肤品，还能给你胶原 SPA 的体验呢，精华水和乳液面霜都是滋润不油腻，上脸后可水润可有光泽了。霍太太，你怎么这么懂这些？
我呢，现在在创业，如果你们对护肤品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关注我的账号，或者来我的直播间。嗯，萌萌，这里是霍氏集团的年会，不是什么大卖场，你在这里推销产品不太合适吧？况且传出去，阿琛也会很难看的。你这个西湖龙井怎么阴魂不散啊？毛毛，我只是善意提醒你，毕竟我和阿琛是很好的朋友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我在这分享我的护肤心得，安利好用的护肤品，我不觉得是什么掉身份的。而且好的产品就应该让大家都知道，创业更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我赚钱为祖国贡献 KPI， 我骄傲。说得好，伯母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来怎么能看到这一出越俎代庖的好戏呢？我妈，你刚才说的话妈都听到了，你有事业心，妈支持你。这样吧，今天在场的各位女士，我都会再送一套珀莱雅红宝石套装当伴手礼，以后呢你们多多支持我们家萌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阿琛，我看到萌萌在带货，就想提醒他注意一下场合。我真没别的意思，没想到他误会了。连萌萌，看你怎么收场。我老婆想做什么，是她的自由。我绝对得支持她。这个臭男人也没想象中那么差劲。我们一家三口呢，就先回去了。苏小姐，需要我们送你走吗？不用了，伯母，好意谢你了。今天呢，年会圆满结束，我们一起喝一杯，来。妈，啊，他不能喝。哎，儿子啊，你喝的这杯是萌萌的，这杯才是你的。萌萌，来，我们俩喝一杯吧，不用管他。啊，他真不能喝。喝你的。萌萌，来。来，今天高兴，我干了。哎，好。不能喝还喝，让你撑的。阿琛啊，你别那么扫兴嘛。我有点不舒服。我去休息一下。哎啊，好好，慢点啊。啊，我有点晕了，歇会儿去。哎，好好，去吧去去去。这时间不早了，我也去睡个美容觉。今天萌萌呢还送了一套珀莱雅红宝石的套装。我得去试试。刚去哪儿看？大叔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房子很热呀？
我去给咱们开空调。我难受。还是克制，克制不住。林萌萌，像我们俩现在这种情况，你最好还是克制点。我也想克，可我真的克制不住。那既然克制不住，那我们就……不是林萌萌，你在什么呢？哎！萌萌，垃圾桶在这儿呢。你醒了？不是，我还没说呢，我就……哎，你放心，我不需要你负责，咱们离婚的进度还是按照约定好的进行。负责？连萌萌，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吐了我一身？啊？连萌萌。我想，你想什么？你不是想让我给你赔钱吧？我想跟你重新开始。萌萌，我们给珀莱雅红宝石套装拍的推广 vlog 点击率已经破千万了，你也涨了100万粉哦。金主爸爸呢，对我特别满意，打算跟我们签长期推广协议啦。太好了，那就好。你怎么这副样子？难道霍总昨天晚上……哎，说话就说话，别乱开车。他只是想要跟我重新开始。霍琛幡然醒悟，想要回归家庭，追妻火葬场，这么狗血，这么一天脑子。短剧看多了，也没少看。我猜就是。那你怎么想的？哎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呢，我觉得这个臭男人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可取之处。不过以前的事呢，我都忘光了。他想跟我重新开始，怎么着也得给我表个白吧？对，不然有点草率啊。至少吧，还得有鲜花、蛋糕，这么大鸽子蛋。不是，这是求婚。你俩都结过了，你再来一颗。儿子，现在知道怎么做了吧？这次你要是不把我儿媳妇给我追回来，你以后出去就别说我是你妈，听到没？我知道。这还差不多。林萌萌，我喜欢你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林萌萌，我现在诚恳地请求你，成为我的另一半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闭嘴！辨识呢？霍总，您放心吧，这么浪漫的表白，太太肯定会答应的，除非又出现什么意外。乌鸦嘴！你再多说一句话，你去负责非洲游。付您年终奖金没了。啊！我在老地方等你，不见不散。老地方？哎呀！公司那边临时有个会，来晚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有一点肺炎，吃点药就好。啊，萌萌，我这还工作很紧急，你等我把这个文件看完再走。哇，我在开会呢。我和阿琛青梅竹马，
志趣相投，三观一致，我才是那个最了解他的人。萌萌，你到哪儿了？有什么话，现在就说。在电话里说啊。是啥？不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不想，霍晨，我不敢再次和你踏入婚姻。我不想以后我的日子面临的都是你不耐烦的情绪，你的忽略无视，你的事事敷衍。我再也不想和你吵架，我吵不动了。我们还是。你都想起来了，阿晨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听说你心情不好，所以想来看看你。你有什么都可以和我说的。你是不是来找过连萌萌？你是不是跟他说过我们怀孕，然后逼他跟我离婚？阿晨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早就明确拒绝过你了，我们俩之间根本就不可能，你为什么还要说这样的谎？阿晨，我很后悔当年为了跳舞放弃你，我在国外这么多年，一天都没有忘记过你。我爱你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有错吗？你爱的不是我，而是霍太太这个位置。你还是这么了解我，总是能这么直白的看穿我。阿晨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从没见过你这么在乎一个女人。当初你对我都不曾这样过。喂，阿晨。我收到纽约皇家舞团的邀请了，我做到了，我一定要成为舞台上最亮的那颗星辰，你会支持我的，对吗？那当然，你就张开翅膀自由去翱翔，我会永远支持你的。谢谢你阿晨，你最懂我了。陆安，你到哪儿了？萌萌，抱歉，我今天去不了了。你每次都这样，我以后再不约你出来玩了。你好可怜啊。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好得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霍晨。It's getting dark to dark to see. 我叫连萌萌。Feel I'm knocking on heaven's door. 11月10号，太太在 H 市参加品牌发布会。12月8号，太太和江田一起去 W 市拍摄广告。2月19号。太太在 X 市拍摄短剧，叫《霍总别虐了，夫人要嫁人了》。霍总，我打听到太太明天就回来了，有一个线下护肤品发布会。就走，回来干什么？去不去？感谢粉丝们的热情。这一次萌萌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产品呢？当然还是我最喜欢的珀莱雅红宝石套装了，抗老淡纹小能手，我呢已经是早晚都离不开它了。重要场合之前呢，我还会湿敷一下。你看第二天上妆的时候状态别提有多好了。你们是不是发现我越来越不畏惧岁月了？其实啊，也都是它给我的满满安全感。哇哦，听得我都想立马试试了呢。那接下来邀请一名幸运观众上台体验。
52号。副总，52号。没这么巧的事儿吧？安排好了，补发3年工资，年终奖翻倍。萌萌，这段时间你都在家，我总感觉一个人空落落的。我才明白，你以前也是这样一个人在家里等我。我以前总是认为自己的事业最重要，但是我现在看到了，原来你是如此遥远，我真的好想你。留下来，或者我跟你走。我这次来是想和你解释一下的，我没有怀孕，我和阿琛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，我说谎了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你还是管好你的霍先生吧，我会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舞台。你等我一下。祝你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，每一个美好的明天都前程似锦。you